吃我阿爷来五百块，哎，大哥谢谢，感谢你，五百块。高诶。你的用语真的真的年轻呢，三点半你真的学，你跟他学高中生打字，你跟人家学高中生打字。来，大家小姐要来这里，好，没有啦，好，里面来这里这里，来，你要很多店家，哎，这看不惯上面，乖，你要买上用钱了吗？那个来个插冰的，那你要黑灯管的，这不一样，这什么鱼啊？海鲜粉。我喜欢蛋黄，哎啦，这个好吃啊，这个就啦，这样子啦，我给你来吃沙贝沙头，来挪威鲫鱼叶干哦，一只150，两只300，有没有吃？叶干，项链31哦，三只300好不好？要带什么？我没有胸，但是你要带项链。10月31号哦。买好，买好，分两个半月哦，你吃完咖啡，这沙贝300，我上给你200，200了。好，再见了，买一百就好了。人家师傅晚上就那么短，谁那么短啊？还要两份就两份就好了。你不了解啊？我还讲三家为单位，没三八两八，一百块来。来100块，来快再一份哦。哎，你怎么呢？三家一百块。不要再来哦。笑，有三家一百块。没有了，我这边有两个。你看啊。美女又好久不见。来一百了。美女又好久不见啊！有三百块就来，一百块的，一百块来，拢中午啊！来最好钱，让你一夜干过啊！就好了，没有了。老板给，好不来的，来一百块，来先给你，啊，找你钱，等一下啊。这个没有了啊！没有了，对不对？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吃完了，快吃完就好了。来一百的，来给你 ，OK。来，鲑鱼下班来。哦，是嘛，红记记，超漂亮的，漂亮嘛。我讲真诶，好吃嘛吼，无货啊，减货减价，来要吃贵下巴一包就二啊五，500块够两包1公斤，500块。来要吃下巴500块嘞，就前面嘛贵下巴500，来要吃下巴哦。讲真啊，下巴我甲拼拼去，无货通好啊。他多买一走啊，免500，我后日大家买一包蕊，这一包蕊哈，我会当煮米素食，我嘛免500，来300块都，300块来贵一下吧，300块多买来啊，对啊，一包我请你，300了，两包上一包，我别个话话贵一下吧，来300块来，买2包300，很便宜的，再送你一包，贵一下吧，又漂亮又大方，来300块，我两个人给，你讲贵一下吧，不是500呢。给2包300呢，来多一杯，再送一包呢，买2送1呢。我服你啊，我来跪一下吧，沙发，一包都请你，来沙发好，都备了哦，跪一下吧。好，谢谢大家。来，阿妹哥讲下来，鲑鱼吗？好的。来，阿多阿公，鳕鱼、鲑鱼，阿妈别备掉呀，啊，别备掉，来，多你边，我准备对用你好吗？阿哲，好。汤泽，我拢有接啦。阿弟，一张啦，换一摆啊。嗯。所以你啦，有爱食药，爱吃鞋啊，野生的。来，我们讲鲑鱼，两天就400了。来，500块谁要吃鲑鱼的？3片给你。来，4片给你。刚才买鲑鱼的不见了，再送一片。5片给你。来，500块。要吃鲑鱼的，记得不带钱哦。5片哦。来，3点、4点。来，5条一来，鲑鱼500块来。后面有动作快啊！我进来啊！来5片，来500块，这样金子就有啊！来鲑鱼500块来，你到底是买金子块无？你这个买是币啊！来，七块未使有白换的，这样。好了，走了。来鲑鱼500块来，进来，够三百块的鲑鱼了，赶快。来500块来，3片、4片、5片。我给他。来鲑鱼500块来，那还挂着了。我是给你挂的，拿给他了吗？来，500块来，3片、4片来，5片给你，真的很漂亮哦。来，500块，你负责出声音就好了，你不用拿钱的。来，3、4、5，来，500块拢准备了啊，鲑鱼，够了，够了吧？拢有了哈。谢谢，我嘛无介济鲑鱼，但我恁买啊。来，红烧来，你三杯拢买干的，反正。嗯。啊，不过这无俗嘞，这一杯餐厅才1500人。这野生的红蔗哦，都水哦。好，你啊，菜只要几百号，7、8块啊，啊，不要解开啦。啊，你煮汤对吹了，红蔗安怎煮得好食？
样子比海鲜尾巴吃更好，海鲜尾条条。来，这两边这个应该是钓，这应该是钓，这个只有钓才钓得到。通常这个都是钓到的。会卖，等一下，那、啊、我们拿回台中的。拿回台中没问题。快啊，给你啊。等一下，再一个箱子给你，箱子再500给我。哦。袋子给我好了，等一下先放箱子里面。今天呢，再500给我。哎呀，都几十行啊。不不不，不缺啊。那个我都厉害啦。不好啊。嗯、好啊，你要卖问较济问题，我叫你客你就对啊。台东来的好朋友，找他500。哥哟，搬过来，一定爱台东的啊，对不对啊？你都是的呢。来、哎，把小箱子把它装起来，这边台东还放不到那个鱼。快点装啊！那边啊，来，装起来。来这看。哎，一个炸瓜哥哟，我空壳，你炸的呀？这个有洞哎。这个有洞没关系，有洞比较多高分。哎、欸，没有送的，很低的，不开心的。啊，阿虎啊，你个该水钱，我碰上了该水钱。我冇听无。没关系，你先放着，等一下我箱子给你装一装哈。那个大虾，大虾。来，宝贝黑啊，来，哎、欸，宝贝黑，快来补啊你。欢迎从下面虾子。谁要虾子？虾子。谁要大的虾子？虾子。来500给我，快点，最后两盒了，没有了。挂灯哦。还有5盒。今天是自制，这是宝宝。郭坚佑，好啦，我是你的宝宝，这样可以了吧？郭坚佑，我破例当你的宝宝。买两盒吧。对，一盒300，两盒500。当个直播还要当人家的宝宝。我爸爸在外面。我怎么给你啊？没有了。快，切了。哇，你要跟我讲。没有了。啊，好了好了，我去改，去改。小姐。行，好，大哥，大姐，我去改。来啊，这一盒谁要？也是500，这里就是两盒的量，这个是两片的量，我该有人给看的，上尾啊卖完，靠卖一半，来500块三无买着，500片啊，现在哦，来500块来，钱有我做啊，来钱有我做啊，这里就是两盒的，对啊对啊，要不要做牌？要不要做牌？我已经跟你讲了3次，干爹，你今天来了。那你今天、啊、那你今天要喝什么？太桃花吗？但是没有了，那是最后一个。啊，这个没有那么大只了，没关系。你如果喜欢大只的，你不喜欢小只的，我喊你不要买，好不好？啊，这个社会啦，但是做朋友，这个一样很好吃，但是它比较小只。这样子，大只大细只，是咧抓几多？这盒比那盒还要重哦。你给他800克，一克啊，1030克哦，1公斤的虾子哦。来，要吃一克啊，赶快300，500了。重量很重。啊，前面要。这要多少斤？没500，再看这位400了。来，黄弟。来，不用500了，2盒400块。老六来，谢谢。黄弟啊，这样好一点。因为无买着大客啊，快去，来四百了，放下无较好。太重了，来一盒300，两盒400。我问一下，线上的有没有住在雾峰的？大哥来啊！你们线上有住在雾峰的吗？一盒300，啊，200块来了，快去！线上的人有没有人住在雾峰的？两盒，走100。两盒。来，今日遐200克，人买一盒的，无要紧，让恁去吃，大哥来。小吃大吃都很简单，相信我了。来，200克，人无买着无？无要紧，买一盒就好。看卖来。来，200克，人还袂买着无？可以了吼，来，过来边来。对啊，因为我下礼拜二的下午，或是礼拜三的下午，我会去雾峰，然后我会去那边直播一下。来，谁没拿到虾子？我会去那边直播。都拿到了哈。介绍一下龙王礼拜天的新场。礼拜天的新场。已经被哦，算你今天没完了。那个雾峰的场好像离我家大概20分钟的车程。离我家大概20分钟的车程。你假算你免500块，明天早上我会再广告一次。你算你的账好
来，我发给转个上几点，这样可以。你的屋子广告比较快。我爸后来一天不到一百块的钱，一叠全部出吧，来算你我爸后来变，来两叠、三叠、四叠、五叠，来我爸来个三叠、六叠给你，我爸后来六片给你，赶快。四天五天六片给你，来五百块，赶快拿钱，赶快拿钱。来，我爸哥，我带你挖，别熬起来。俊宏，你怎么还没到？来，我爸哥来。你刚才说你要，怎么还没到？你刚才说你要了，我以为你已经到了，你到了我就不会帮你留啦、啊。你到了我就不帮你留啦、啊。你一点半就跟我讲了、欸，现在已经三点，现在已经四点了、欸。现在已经四点了。来，六叠哦你。来，我爸哥不赚钱了，但是就高啦，一家人就最欢喜啦，我想。来，雪鱼都拿到了吗？雪鱼。来，三叠哦你。差不多四点半会到、啊。来，我爸过来，来六片给你，赶快。我知道你要什么虾仁，你是要虾仁吧？你是不是要虾仁？你应该不是要虾子吧？我爸过来。够了，妹妹，对不？有了哈，有了，那我要下一样喽。来，鳕鱼五百块，再点点虾子啊。我爸喉咙歪啊。欣赏第一天会直播吗？没办法。目前，目前。目前没有人可以去，没有人可以去。没穿衣服，好久不见。来，小哥卖卖几千，卖台币吧，来我办。我就放乌日，我就放乌日直播完就赶过去，来不及。来，我办过来，小哥，快啊！来五百块几个嘛？两个而已哦。小哥来做后台，做后台。来，我爸。乌日再赶过去要四十分钟。来，我爸都。啊，这边都好，你来，我爸都。来，我爸哥都。一杯花加雪糕，加哪杯啊？来，这两两就匹配的，做水。来，我爸哥来。来，赶快拿钱。来，五百块来，小哥。来，我爸哥三百块的小哥来，动作看。五百块而已，通通有了哈，这钱我会给你。先走一点，老爸都没。来，大哥来。来，大哥来。来，各有三百块钱，先来，不会错块了啊！来，四百、七百、七百、七百，不到税的嘛。来，我爸拢装备了没？小哥啊，大哥啊，来五百块了，赶快。这身材就足边啊，这个啊，我需要做好做了。来，我爸过去请个客来就对了。来，我爸过来，我过来，过来，请过来。来，我爸过来拢装备了哈，来五百块，拢装备了哈。好，谢谢。你两个现在在上哪部呢？你在上一组，阿弟在上一组对吧？我傻傻，你敢插嘴？来，你们虾卷跟花枝卷。来，虾卷跟花枝卷来，陈佳妍。来，回鸡腱短条的鲜花，来两百块完都没三百，来回鸡腱花枝小卷，花枝卷。短条要做小，来两百块。三条。来两百块。金条不可以的，来四条两百块，花枝卷来大条的，来两百块。来回鸡腱两百五十啦。来冷饭后来进来够，然后妹妹就饱，大哥要吗？花枝卷大条的，通通给他拿花枝卷，冷饭好。来黑根冷饭，来黑根，两个人给你阿婆啊，两个个人而已。来六条八条，来九条十条，你冷饭好，这种条个叫你十二条，这种条个省你来十四条给你，来两百块，没有虾卷的哦。没有了。给他够饱，给他。来两百，最好一个人给给我。来，阿要吃椰干，椰干嘛无啊？来，鲑鱼切盘。你好，先生，来鲑鱼切盘来。哦，这切啦。这样咧一盘百二块，阿咧两盘二啊是。哎，这店面咧卖足贵的，一天百几块的，来要吃三百块，两条你摕等于切两百块了，两百块来鲑鱼切盘，两百切盘，两百了，他都卖两张啊。这一盘一百块的外销嘛，你敢知影？这两盘两百块买只，头家再来搁送一盘，头家你无滴的，这盘搁送，买五百，买四百、三百，来赶快两百了，两百块来买二送二啦，给咱我白话啦，来贵一千百，你可以煎，可以烤，可以煮汤煮火锅，来两百块来给你，买二送一的贵一千百，两百块，几片来哦？来五百了，谢谢，要谢谢。你是买买贵这样，这两几片只要百几块的。进了一百多块哎，对呀，来两百块了，大哥要吗？这适合五百块买不到，我卖你两百还要考虑哦，鲑鱼切盘做水的，来冷饭喉咙啊哈，鲑鱼切盘，谢谢我，谢谢。来，土汤，土汤。
五百块来减好了哦。来，各位，看一下哈，这多坑做大坑哦，因为这是头切开，第一刀、第二刀的刀刀，你卖两片大坑。这已经是肾炎起热，这个甘草的薄盐土锅非常好吃，但是哈、哦，汤太大汤，我靠那边有那无少，一个有那百三，老尾吃的五百，你吃的三条都唔免五百，来三百块块，一条搁吃，一条搁三条，五条哩，来三百块，小姐啊，哎呦，那个轩轩，我跟你们讲，轩轩等六条哩，来三百，他变成大学生的时候。他就是大学生的生活，大学生的寒假跟暑假有自己的日子。来三八二减多少来？哎，我当过大学生，好不好？拜托。好啦，阿五啊，你有读大学？哇，你是无读册呢？哦，你读大学？你啊，白痴啊！来三八块拢关了，要减多少？来三八来，进来进来，填土多余。来三百块来，进来进来，进来。来五地来六地而已，来减多少拢关了吼。最好食呢？四万啊！啊，好诶，六地五百块，来三百块来，赶快。来填土多，果园土多，都拿来清掉哦。好咩了吼？真正好食。你若无在意，砍大砍，真正好食。阿爸，我阿上未来，阿辛苦。来三百块，五地拢总关了吼，减多少？来继续关来。跟你随时有回哦。好啦，要吃两大来，吃过一半。这个啊、哦，我要卖了。哦，来小哥让我开。阿斌给挂我啊，丫丫。加轩轩的推特，我只有轩轩的脸书吧，他的推特我没有。他的 IG 我也没有，我不喜欢加年轻女生的推特。我不喜欢加年轻女生的 IG 跟推特，这样感觉我很像色北北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来小哥给。来两大块钱块块，来三个人的。这是肉，可是不是身体的肉，这是这点是下巴哦，可比辛苦高价哦，但是较贵。卖卖一千，三个人的吃，卖一万这样，开一千开八百块，来五百块三个人的，来五百块来贵一百。两大块，快点快点。跟上一样了。来没？来到得了。第二个，不用不用，跟上一样了。三个客人而已，没有了，来多还没几分。最好一个尔，两大。三个客人，对，三个客人。来，我爸过来。来冰块哦。我直接拿给你们了。龙胆是它的名字，石斑是鱼。它、啊、就是大只的龙胆啊，大只的石斑。品种不龙胆，石斑品种。二龙胆品种，龙胆，龙胆品种哦，龙胆哦。龙胆。太阳新党。弄到会生乌蝇，等下搁一包冰糕伊得。来了，你弄啊！我知道，我一箱。两个而已啊，最后一位五百块。最后一个五百。我看一下鲑鱼切盘外面怎么卖。最后一个五百，无量单哦。最少两来五百块，讲话吼。来，要招咩毛讲啊？这五百买袂着，很贵个。猪脚是真话好食啊！来，黑人家看好啊。来哈，我讲哦，恁钱钱经摕出来变无，你买袂少，我嘛歹势，我嘛无啊。来，这还遐在白啊，凤尾虾仁。你是要这个？俊宏，你是要这个？谁？有一个叫俊宏的，你是不是要这个？安尼五百公斤，然后要吃，这两包就要卖四五百块啊，这两包。啊，你要吃的给你开五百、四百变三百。我找钱没办法，用冰块过来取。来两包都。俊宏，你是不是要这个？黑银两包，不要买银少啊！哈，无哈，我买几袋哈。没关系，这样还有，那这样就还有。没问啊，乖，你看等下等你家里人才帮我解啊。这两包五百公克，这两包嘛五百公克，买两百，再送两百，一公斤哦，你请来两百过来给你。要不要吗？四包一公斤，两百块。你要几份？我先帮你留一份，先留一份，先老弟，我先。两百块。你去两百。虾仁，两百过来。两百块。我帮你留一份好不好？你要退两份，一份两份，一份两份。去尾边。来，两百块，扣了还没开掉。凤尾虾仁来两百块。一份两份，一份两份，你要一份还两份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我来两百过来。五百的，收啊！对，来两百，三包开了，凤尾虾仁来。来五百的。我不要啊！我要按那边。一份了啊！啊，这样还有，这样还有，够够。来，都来到了吗？来，小姐要。赶快，赶快，还要买到的来两百。这样够了，够了。这边呢？还能几公斤啊？一下。来，小姐啊。我们大。
哎，都有了哈，那我要收起来了。那没关系，还有，你等一下来直接讲就好。等一下来你直接讲就好了。哦，如果来两百给我。如果快没了，我就帮你留，因为还有。那等一下过来直接拿就好了，直接说你要就好了。来留一点，这个就存了。来下去，砍下去，它是三只那里卖了。来花枝手卷上面竟然能放。放得上。这个用煎的、用炸的、用气炸锅非常好吃，这一条就15块，记得在我锅。哦，还有。